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期呢我想通过我改编的李荣浩乌梅子酱这首歌把它变成一个钢琴的纯音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或者说是让大家稍微学习一下如何去给钢琴啊做分解的伴奏啊。因为我做的这个钢琴版的乌梅子酱呢 ,95% 以上都是在分解，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工程文件呢让大家能够了解怎么去写钢琴的分解伴奏。如果大家需要这首歌的 MIDI 文件呢也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剩下来时间呢我想从头到尾展示一下这个工程。